Hello，皆さん、こんばんは。今日はレッドのグローブを紹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。各位球友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我是阿豆。我们今天来介绍的是 Redo Proceeds 的明星赛限定版手套。那在今年的明星赛的限定版呢，其实它总共有出了两个 model，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是进攻剑台的内野的 model 工字球档。那另外一个 model 其实就是捕手的森友哉的 model。那森友哉的那一个捕手的 middle 呢，目前他都还没有拿到。那如果说未来有机会入手的话，应该也会拍个影片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那我们今天先来介绍这一卡进攻剑台明星赛限定版本的试样。那其实这个手套呢，他都觉得它其实非常的特别，不管是皮革所用的颜色啦，那皮革上的细节吧，其实都蛮多值得来做说明这样子。那首先呢，它是使用奶油色的接球面，奶油色接球面，这边先给大家看一下奶油色，然后搭配上不可定制的亮银色的皮革，手背这边有两条，然后小指这边有一条，大拇指外侧有一条，然后球掌这边也用了一条，那还有第三个颜色就是没办法定制，一般是不能定制的水蓝色，这边给大家看一下，在球掌的上方。然后还有用在它的夹条跟滚边，来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夹条跟滚边，还有手指绑带这几个部分，也都是用这个一般没办法定制的水蓝色。那除此之外呢，配色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没办法定制的细节，这边就是它用的是主视钟表这个表，这个表目前也是没办法定制的。那除了这些细节之外呢，它的尺寸呢大概是两手背啊，大概是11.75。那如果你量接球面的话，会再短一点。那其实它是 Redo 的 size 四号，size 四号。那基本上这个手背大概是11.75寸的这个尺寸呢，大概算是日本蛮标准的内野手套。那这尺寸也让大家做个参考。那实际上它的重量呢，实测大概是530公克左右。那其实重量也是算不重不轻，那也算是蛮适中的一个重量。那关于这卡手套呢，之前阿都有查过。好像在日本的某一些的网站上面会写它是日本制，但是其实这一卡的产地是越南制，这卡产地是越南的。目前如果以 Zedo 来讲，其实绝大部分的不管是投手或是内野或是外野，如果是软式手套，应该绝大部分都会是越南制，那少数会是日本制，不过日本制还是相对比较少一点。那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一卡森友哉的明星赛限定版，那一卡应该就是日本制的。那它应该就是日本制的这样子。好，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细节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小地方啊，都觉得蛮值得来介绍，就是说它在这个接球面啊，你可以看到一小点一小点，它算是皮革的冲孔。那其实在原厂的说明内，他们是把这个冲孔叫做是星星状的冲孔。那实际上呢，应该讲它是星芒状的冲孔。那这个冲孔设计也很特别。它让皮革看起来其实非常不一样。那还有另外一个更特别，就是说它在每一个冲孔的中间呢，会散发出彩虹般七彩的光芒，这个是真的。或许在我们如果用录影的方式，其实它不会那么的清楚。那这个它都会再截图给大家看，就是在每一个冲孔的孔洞之中呢，你如果放在灯光下，其实它会散发出七彩的光芒，不管是接球面。或是手背面都会这样子，这算是非常的特别啊，非常的特别这样子。那以往呢，其实大概比较大的品牌，不管是美津浓啊、Redo 或者久保田，其实他们大概每年都会出明星赛的限定手套。那基本上呢，绝大部分都会是软式，都会是软式为主。那配色呢，也会跟一般市售手套不一样。那他们会用一些和他们自己市售手套。相对比较不一样的材质下去做，像有时候可能像美津浓在历年也有用过亮面啊，那久保田应该是有用过迷彩，那甚至是牛仔布的概念下去做设计这样子。那 Dedo 今年呢，就算是用亮面，还有无法定制的水蓝，那还有皮革冲孔，那甚至在那个冲孔的细节呢，它还有七彩光芒的。小细节在里面，这样子，这边跟大家做说明。那其实这一卡精工的明星赛限定版呢，就阿豆自己身边有购买这一卡的朋友，大概就有
两个人，那基本上呢，这一类型的商品啊，通常在日本数量也不会太多，可能就是，每个比较中大型的店家，它配额就是，每一款可能就是1到2个这样子，数量也不多。那在日本呢，应该精工这一款应该是卖得还不错啦。那今天有机会拿到呢，来为大家做个开箱的影片说明这样子。好，那都旁边摆的这一罐，因为今天刚好是介绍这豆手套。旁边摆这一罐，顺便来业配一下。这一罐其实就是日本内斗发售的去污的湿纸巾。这个其实阿豆之前是有卖过，自己也蛮喜欢的。因为这个东西，像这种湿纸巾这种东西，其实非常适合。你都是属于比较懒的人，跟阿豆一样比较懒的人。那你比较懒的，你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或是你不想那么麻烦去上油的话，其实这种湿纸巾呢，其实蛮适合说，你打完比赛，你回来，你可以快速的把接球面的土呢，把它清一清。应该说这个是可以做两种使用啊。第一种就是快速清洁，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来慢慢清的话，你可以用这湿纸巾很快速的把一些残土啊或脏物把它去除掉。那第二个用法就是说，你可以在你仔细上油之前呢，先做这个湿纸巾来作为一个初步的清洁，这也是非常好用。这个阿豆还蛮推荐的，比较算是懒人适合的手套清洁巾这样子。OK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。今天就是介绍精工的美型赛手套，还有这一款 Ledo 出的手套去污湿纸巾。那如果你对今天介绍的商品内容，有更多的兴趣的话，也欢迎你参考阿豆卖场。好，我们今天介绍就到这边，我们 see you next time，拜拜。所以我们如果有其他想看的主题，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也别忘了帮我按赞跟订阅哦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